我活着，你有了对手，那些你没有得到的东西，你都觉得是我抢走了本该属于你的东西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韩叔为什么一定要喜欢你？苏子英又为何要在最后临阵倒戈？花园的百姓为何要转投我这个草包废物？我说不过你。先生在写话本的时候，都喜欢给自己的角色安排各种机缘巧遇。男主角注定要爱上女主角，配角注定是主角的垫脚石，也注定是吸引众人目光的焦点。原本，你就是那个主角。人生一路开挂，可是遇到我这个绊脚石的时候，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说到底，你没有成为一城之主的才德。成王败寇罢了。你若是不信，我证明给你看。你还记得从小到大听说的那个传说吗？我们花园城第一位城主历城大典上走过继任花路的时候，出现了日月同辉、天门大开的异象，百姓们纷纷投靠，认为这就是明君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人们就认定只要是贤明的城主继任，就一定会出现异象。这也是你的理想吧？你也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够引来日月同辉的异象？我没有。你有。你日夜勤勉，习文练武，你坚信自己是那个能够引来祥瑞之兆的贤明之主。我给你这个机会，我去求母亲举办继任大典，那条当上城主的路你也去走一走，你看看有没有日月同辉、天门大开的异象。我觉得没有。那如果出现了呢？母亲呢？她会同意我走那条路吗？你、圆圆、芊芊，你们三姐妹都去走一下那条路，谁走的时候若出现了祥瑞异象，我就会把城主之位传给他。公平吧？